小伙伴们，这共享充电宝又涨价了，还不打算给你的手机选个颜值又高又能充的充电宝？来看看我手里这款摩米式旅行箱充电宝，这外观造型是不是逼格满满？这年头不光人看脸，用的东西也得看颜值。20瓦的 iPhone 12专属快充，半小时充够 50%。 当然如果你觉得带线充麻烦，它还支持最高10瓦的无线充，全快充协议，不管你是苹果安卓通通都搞定，什么 iPhone、 iPad、 安卓手机，多个接口同时 N 台设备一块充也能扛得住。不到200克的重量，有1万毫安的容量，随手放在包里边，旅行出差在外，偶尔江湖救个急，绝对是足够了。赶紧配一个，之后就告别外边那些共享充电宝吧。